大家来宾大家好，再次祝福大家当事事顺心，事事如意，红包来电大赚钱，平安当个健康，谢谢。谢谢，阿妈感谢哦，咱下昼间呢，咱在手语请出董事长，无少中珠来给咱赞助哦，咱的东方影视传播，轻松的歌声来给咱庆祝呢，咱这个中原普渡，咱发挥会当成功圆满。哦，在咱的歌曲进行当中哦，谢谢，谢谢，感谢咱阿严帅哥。很热，旁边站好了。对啦，这边呢比较不会那么刺眼哦。真的，今天呢很厉害嘞。来，我帮你看一下哈，吃东西之前，要先干嘛，你知道吗？是，先看一下热量，它的热量。哎，还有碳水化合物，这个一包里面哈，差不多。哎，这个很好吃哎。内底有五包哈，嘿，里面有五份，然后每一份118大卡。所以讲，你食一个这個，等于食半碗饭，食一袋就是半碗饭的热量啊。是，所以我即马吃东西之前先看热量表，好辛苦哦。对啊，当女人真辛苦，每天都在减肥。啊，没关系，你就少吃一点饭。从那个小朋友有没有？小朋友会讲话开始，到你背高长回来嘛，每天都在减肥。真的啊，好辛苦哦。不会，谢谢我们帅哥啦，但是呢，也是要吃。哎，会，一个礼拜有没有就挑一天？我是现在都这样，是一天是就是一天一块不行啊，不是那一天不行，一天一块，只一个礼拜只能挑一天哦，就是可以吃你想吃的，比如说想喝珍珠奶茶，就一个礼拜就那一天就可以。可是我有听过那个营养师说，就是你哎，其实要看个人的体质去规划，对，规划，因为也不是每个人。他说，就是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，他说哎，我今天没有吃饭，但是我可以喝一杯绿茶拿铁。哦，对，就是补充一点，补充一点，嘿，因为绿茶拿铁是鲜奶。每个人体质不一样，像我可以一天吃一餐，是，因为我就搞动腰哎，然后肚子饿的时候怎么样，你知道吗？大，啉酒。哦，啉酒跟啉啥？啉咖啡。哦，嘿，啉落拢袂吃呢。今天买呀。真的啊，我咖啡一喝，你捌听过有烧酒套咖啡，你知无？哦，啊无啦。我听过美酒加咖啡，我袂讲过，袂当啉酒，那个酒的热量也很高，是可以喝黑咖啡啦。黑咖啡喝下去，其实你不太会想吃东西。我会喝黑咖啡。对啊，这个哎，对身体很不错啊。我还是一样照吃呢。现在是要来啦。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哦，你看我瘦你。哎，晒你代表不高兴。有啦，我现在有在控制啦，就是黑咖啡喝完就是尽量就是撑久一点，然后再吃这样。没关系啦，身体健康最重要哈。行行行，来阿关定哦，那哪边你水果你也要真多嘞，我应该出门单位。金融心哦，来接下来安排这一首。谢人跟我比。来安排这一首谢人跟我比。Bye.
谢谢，刚强，您再次拨给我们掌声鼓励，谢谢你。那么继续安排浓妆摇滚，谢谢。今天下来来安排。